心情暖作作，爱情袂堪予人来啰嗦，实在看拢无。未来是好是歹，我毋敢讲，我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做你感情的唯一依靠。虽然走着感情这条路，也捌这艰苦。有时阵在你心外突然间变成是冷淡的态度。爱情就是需要有人来照顾，才会有幸福的结果。因为你带予阮的感动，是阮唯一的幸福。我是爱你的人，我想要予你幸福甲快乐。Thank you.